终于回来了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你这个草包啊！嗯，要不要来一杯啊？也敬你一杯。作为一名武士。 我必须要再离开前学习自己的耻辱。爷，我还没喝够呢。跌倒三次，算输。哼，三次，爷，我今天让你跌倒30次。 一次，中国功夫，重技不重击，花拳绣腿不堪一击。重技不重击，关你个屁事！废话少说，再来吧。知道最厉害的武功是什么吗？爷的拳头。不是，是距离。只要你能控制距离，你就能控制对手。少他妈废话，来吧。哼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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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两次，三爷，我有日子没杀人了，先拿你开开荤，来。
李玉龙，你就认输吧，或许我还能保你一双完整的燕子翅膀。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输这个字，那我今天就把它刻在你的字典里，让你尝尝我们燕子门的刀法。呀呀呀，哎呀，是个爷们儿，只可惜功夫差了点。滚回去吧。